大家好，我是娜娜小宝。然后到今天，咱们这个草原的这个营地游啊，就彻底结束了。不论夏季、秋季，冬天这房车也游不了。咱们下一站呢，这个原来说是9到10月份新疆，咱新疆也不去了，因为疫情的原因。现在就是10月底，我就到海南了。咱们在海南，待一个月，然后到如果疫情没什么事儿呢，就直接再去云南。然后这个试乘试驾这个活动呢，还到海南海口。到时候直接联系就行，这就是有这么个变动。今天呢，那个要走的就赶紧走啊，接着这个乌兰布统堵车。然后呢，这现在在红四方咱们的露营地，这昨天来了这个慢8x8的，大家看看，这车是比较讲究，但是也是比较贵吧，一般人也考虑不起，一般人也开不了。这昨天晚上这车停的，看看。啊，这是个坦克300团，全是300。然后呢，在大家到时候去海南直接找我就行。前后绞盘，8x8，德国慢。这个就看看，就欣赏欣赏就得了。看这工字板，看这工字板，这看看。这就得了，欣赏欣赏。这奥迪有4米多高，肯定是双层。然后这是一个德国的德福，这个车也得三几十大不了吧。这个比较进口的吧，德国原装进口的。这个就适合拉轿车拉，就是拿着越野车拉，容易把它拉坏。这个东西因为，别看进口东西比较好，但是也比较娇气。要是憨实还是这个憨实，这是牧牛笛。这个到我拉着这个拉到海口去，大家你想到那试驾拉着转一转都可以。然后把那个刚才那个迷野也都拉到海口去。这个呢，咱们不卖车，就是你呢可以是我的会员，你就拉着试一试。你到时候你看看你真正的适不合不适合这个玩拖挂，你拉着转一转，哎，这样的你就适合你再买，你买谁家的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，但你前提必须得是我的会员才能让你拉，而且拉也是免费的。然后这早晨有人洗车在这洗的，这个是个猛禽单排的，这个车也比较贵了，这德国的，这是个自行的。这个大家看看这个啊，这个是这个车和我那车现在开的是一样的，这是大连极速产的，但它这是4驱，我那是2驱。这个呢是极速产的拖挂，这个拖挂也不错，它是人家极速主要给日本做代加工，它这个环保质量各方面肯定是没问题。它这个你看人他们老板用过这个，这个梯子是最结实的。哟，怎么还下不去了呢？这个梯子。这是就跟仿美国的，这是，哎，这个梯子又简单又结实，就是手动，纯手动，所以有些东西还得跟人家学一学。这是极速，都走了。这是乌兰布统红四方，今年夏天咱们秋天前秋营地游一直在这儿住着呢，然后。这还可以做做生意，还可以做手冲咖啡。刘 Sir， 来把那布给弄下来，看看这手冲咖啡。看人家带两个大狗，一个金毛，一个叫什么鸡嘞？柯基，我老忘柯基。柴鸡，手冲咖啡。看看一边这一边啥的，还能做点咖啡。大叔，你跟宝哥在这合个影呗。呀，一会儿啊。行，好嘞。好嘞，拜拜了啊！海南等大家了，这个草原营的游就彻底结束了，拜拜了，就是还是延续咱们老规矩，一镜到底。拜拜了。